大家好，我是沙妹剧团编导王家明。这次《诚实浴池》呢，是跟日本的庭剧团导演库洛塔尼诺一起编剧、一起导演。我们在看了川端康成的《睡美人》的这个短篇小说之后，就从他小说里面的人的关于情欲跟面对生命中失去的一些情境中，我们想延伸，就找了关于金斧头、银斧头的童话故事作为原型，从里面发展。故事设定在海边的一个澡堂，有四位女服务员或是女神接待来自海上的男人们，他们在生命中可能有些遗憾，有些悔恨的事情，但是透过情欲关系让他们重新面对，重新解脱的一个关于情欲异色的一个故事，你来现场看就知道了。